Dude, that's somebody's kid. Fight some shit. Dude, it's in my eyes. I'm blinking it in. 你有想过电影的情节也会发生在现实世界吗？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Arroyo 在得知亲生父亲是一名为善不为人知的捐精者后，从五年前踏上寻找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旅程。他最先在佛罗里达州找到比他小一岁的妹妹 Joanna， 随后也分别在澳洲、纽西兰和加拿大找到其他兄弟姐妹，甚至还有四对是双胞胎呢。而21岁的 Arroyo 目前是年龄最大的姐姐，最小的是只有5个月大的小婴儿哦。而他表示现在已经接触到40多人，每逢找到兄弟姐妹都很快变得熟识，相处也十分融洽。他曾与亲生父亲见过3次面，形容父亲是个很酷的人，只是他并不愿意暴露身份，也希望 Arroyo 能坚持下去完成自己的梦想，找寻失散在各地的兄弟姐妹哟。